从小到大这个22年，然后今年第二十三年是我第一次在国外度过我们的新春佳节，也就是我们中国的 Happy Chinese New Year。 我们会邀请一些外国的朋友尝下我们亲手制作的一个火锅，哎，有点东西。现在火锅已经煮上安排上了，肥牛卷已经买了，然后这个是羊肉卷，然后一些豆芽菜啊，一些切好的一些白菜、香菜。哦，这个应该是玉丝。我们要让外国人充分体会到火锅的魅力，也就是说，你能想象的所有素材都能放进这个火锅里，这就叫火锅。是现场教学，现场教吃火锅。伊塔姆萨纳，伊塔姆萨纳 ，very sweet， tastes great。Ivana。Capisa. What? Capisa. When express the food is great. It is beyond great. It's the best. It's the best. It's the best. Yeah. Let's speak again. Super. Nibora. Ibora. Bora. Ibora. Ni. Bora. Bora. Nibora. Ibora. Capisa. Capisa. Nibora. Nibora. Capisa.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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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形容这食物非常好吃。That man in China is really famous. What is his name? He is called 郑和。郑和。郑和。And he has the same family name with me. 郑和。郑和。It's hot. Very hot. Very hot. Inside. Wait. Yeah, yeah. You eat it and you're like. Yeah, 这个。这个牛肉，这个煮好这个牛肉，然后我们要说出我们同时入口，同时说出我们的第一感受，好吧 ？Is that right, Moses? Yeah, let's try. Yes. Yeah. Let's try. 嗯，嗯 ，Is it like salty or very good? Perfect. Perfect. 下次你们吃火锅的时候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个蘸料，也就是生抽。加上点香菜，最好呢弄点蒜蓉和芝麻，这样会让这个蘸料更香一点，万能蘸料，好吧。今天是大年初一，所以我将要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去到我邻近的一个村子，叫南安普顿Southampton， 这个城市去见我的一个算是从初中一起玩到大的一个同学那顺便我在晚上呢给他做一些饺子，然后大家一起团圆团圆。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南安普顿见。好，那么接下来呢到我同学这里了。好，没敲错啊。可以。好久不见。Now connected to NNN.嗯，走。出来这个雨有点大，怎么办？就是干，走。我们现在要去南普顿最高的楼上看一下它的景色是怎么样。就已经上完我同学的课程了，对，有点无聊，但是在英国感觉他们的教学方式都是按照这个 PPT 上的内容去一字一句的念出来，然后呢 PPT 本身的内容可能它也是有一些理论化的，所以如果说
你在英国上课不自己预习的话，其实说实话就是听的会云里雾里，这是非常属于非常正常的现象。我们现在是来到了南安的这个水果摊，周一才会，只有周一才会有。哎，那今天算是我们的 lucky day， 看着好像没有，并没有什么食欲。这个是类似于甜点酥，这里还有一些果干，杏仁100克，2.49，也就是20块多一点，21吧，相当于一斤要100块。平时自己也不会去买。大家把价格打公屏上，杏仁一斤100块算贵吗？Excuse me, only cash? That's a card. Card is a bit. Okay.他以为我要喂他东西，在这等着呢。因为老奶奶进来喂他。嗯，在这等着，看着我。Okay, thank you. Music. 等会我们去南安普顿大学打一下壁球，体验一下壁球，体验一下南安普顿的运动项目。这个建筑超大，像迷宫一样，看去外面小小的世界。这个叫防守，第二个赢的人就是他容易站在前面，你有发现？嗯，好的，站在前面他就能采取优势，采取一些措施，就是我打轻打中对方都不知道，就是要体力充沛，平时多锻炼，必须要多锻炼。这个大家最近注意这个卫生安全，身体健康。好，那我们下期再见。